他是我12月9号认识的曾太太曾先生，在瀑布街9号，可以讲一下话吗？你好 ，Hello， 来乌来玩，我是原住民哦，要请韩国瑜哦，2号嘛，也是记。你拍我一下可以吗？啊，拍呀、啊。对。按这个就好啊、哦！不要动，要按哪里呀、啊？我们两个不是原住民，拿着就好。好，拿着就好了。那就好了。好。好。好。哎，你们要站一起一下，拜托。对。